捷克科尔是第文西格尔式，曾是一名以人被闻名的前政府特工，现在是洛杉矶的一名警探。当到回区发生一系列可怕的谋杀案时，科尔和说话强硬的警察同事吉姆坎贝尔基南雅玉美为人士式被指派处理此案。尽管两人发生冲突，但随着他们揭露与杀戮有关的阴谋，其中还涉及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他们逐渐成为有效的合作伙伴。